出发迎向荣耀，锁定 YouTube 名士戏剧馆，陪你走过人生美好的时光。Jessica 怎么弄？已经送病医治疗啊，只是讲伊的病应该会好啦。看人烧酒，做现在歹代志，我唔知影悔改，甚至讲想要伤害亚军呢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外面那里的会有啊！我不相信，别感动啊！杰西卡，你大家面头前当着新人，你开车拢是蔡佩娟，今麦蔡正祥对你提过，我做评书的哪有可能帮你耍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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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麦就搁徛在遐，你都不信，你凭什么搞我俩？明仔载，哪会这尔赶？亚麻摩托上才拄出院，应该要用一段时间才对啊。你想哪要点明仔载班机啊？这是亚麻摩托上要求的啦。啊，那不是因为嘉文都会停啊，我真正就希望的，一当早一日，去天顶陪我阿官啊。呸呸呸！政府袂用你啊！你的人生还有这件代志还没完成。那我感觉就后悔。我若是当较早听阮母话，莫伤伊心，无听着，即摆还搁伫咧。等我出来啊！重新提供一定徛伫咱遮。抱你行，七七八八叫阿娘，村里亲人把雨伞，路途不免惊死呀，一身一份啊，万滴汗。照顾生活三顿饭，你看，你看，世间纷纷扰扰，贪恋的心拢是为着啥？得得着，得袂着，运呀！谁人假算把花我？也顺怨动的笑声，谁人敢讲一生为着别人活？不是，是因为咱拢愿向天等头啦，偏偏也未过一三年年老啊，放下。一切全是命呀！谁人假算把花我，也顺怨动的笑声？谁人敢讲一生为着别人活？